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没什么台词，我就是小孩，因为我跟他没有很熟，嗯哼，就是他不敢打太大力，打太大力，然后就是讲话怎么打下去以后，导演说感觉不够，嗯，再来就30几分，这打太轻了，嘴巴都肿，就红的，肿肿的。真的哦，芳芳姐，我发现如果要这种受伤或者是要一些跌倒戏，我觉得都要一次 OK。对，像我前几天有跟阿本拍一个戏，就是要有，就是拍一个戏，是我们在土里面跑，但跑一跑的时候，就阿本就是跑一跑，自己太好笑，他自己，因为他跑的时候要抓我，因为阿本就抓我，可是那时候我要很慢，然后他自己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因为那时候我要不能看他，所以他跑一跑带我去中竹林，他就砰一声我就整个被撞到，然后那导演就说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蛮好笑，就再补一个镜头我中竹林，我就想说完了，这个镜头已经，因为他说要真实感，所以我阿本就抓我的时候，我就很大力往那竹林撞下去。整个很大力撞，然后做那些很好笑的反应，就是我觉得要一次 OK， 要不然的话你就变超痛，多撞很多次。没有跟着我拍都会变灾难，因为在那个前一天我是要在竹里面跑，然后就自己腿累，然后就直接点一下撞那个竹子，对，现在还肿肿的，就是肿一包。然后后来他们就，后来我就换要抓他，然后我很帅气也抓着他，就直接点，直接正面撞。哎呦天哪，你真的受伤也要很小心。敖圈，我觉得这种挥拳的一定要一次 OK。 导演说要接位，你绝对不要接位。有一次我直接就200磅的拳直接挥阿伟的鼻子，然后他就直接喷爆鼻血，当场。真的假的？那时候还很多人在看，就是那练习生已经很累了，然后就敖圈又一直 NG，他就挥不到我，就是要挥，就是不真，就没有打 double 到。然后导演就是要5-4-3-2，我就哎，敖犬那个砰，我就直接粘在墙壁上，然后那个血就真是滴下来。我要告诉你，流鼻血不是最可怜的，要是摄影机没有拍到的话，我看连骨髓都流出来了。不想变成 NG 咖，让阿本来教教你，把情绪做更足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你。不再这样，太久了吧？可以想一下，要扑。而且有一次我就这样演，我想要玩到玩到，你就被骂，卷单就说太好了，你这样回去长的部分我就可以剪，多的部分我可以当反应用，超好。最后蒙中了，蒙中。更多拍戏的小秘诀，广告回来再告诉你。对于你那个 NG 王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本堂有责任要帮你改善一下，你觉得呢？我们刚刚就那个里面那句台词，我们好好的校正一下。对呀，好不好？这句台词你记得吧？我来告诉你，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是那种藏在外面玩的女生。你要找一个 VIP 来演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李泉，李泉，如你的郎君，李泉选菜啊。那个选出来的女孩，你只要说坐挺、啊，对不起啦，就赏巴掌，拿一个巴掌，是这个绿衣服的女孩。她讲完你就打她一巴掌，你要怒气，哎，别乱加剧情啊！入戏，那怎么叫你？怎么称呼你？小月 ，Action！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常在外面玩的女生。重点是打他了，这里都想打你了。你要 man 一点啊， man 一点的，就比如说女孩子在外面要小心，哇，那么 man， 好 man 哦，要 man 一点，对， man 一点，情绪，慢慢讲，慢慢讲，表情，女孩子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你是那种常在外面玩女生嘞。你是这样，你眼睛超猥亵。这个还蛮 man 的，这是。我在拍的时候，就是导演说你的眼神不要太隐晦。淫秽，当时有露出淫秽的表情吗？真的。哇，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一直被甩巴掌，心术不正，没有把你吊起来用大火烤，真是仁慈。快，小香先示范。我超好玩的，我跟你讲，小香跟李泉示范了 ，Action。你要讲话吗？李泉不要害怕。他不敢讲完。你还做啊？你是演流氓哦。要这样子。这样子，你看哦。干嘛了？怎么了？太烂了。这样就是 NG 了 ，OK。这样就 NG 了。那么多次，没顺好来 ，Take Two。干嘛了？什么 ？Very good。你这真打哎，没有轻轻的，对不对？轻轻的，哦，轻轻但有打到。
但导演刚刚就说，哎，镜头没 take 到失焦，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，就是我 NG 太多次，就是故意就打很多次。真的假的？那你当时有想说够了没？为什么我要被打这么多次？没有，就想赶快结束，就是我有跟他讲是用力打，没完，打完就结束。所以后来换大牙再打嘛。大牙打应该会比较大牙超狠，大牙更恐怖，大牙更恐怖。真假的？有被他打过吗？没有，就是他眼神，就是我们是 NG， 他就在旁边。他翻白眼超厉害的，翻白眼。导演是我们那个动画制作阿义哥，阿义啊，对，他算是脾气算是很好的，所以李泉这种状况他都是到后面，但是他都用鼻孔吐气。对，他都这样子，气无奈的那种，没有。有的时候还可以很长，然后还。太长，哎，是不是分辨他生气的那个大小 level 是吧，李泉？其他人呢，克服 NG 的方法，我小 paper 就是把情绪做更足，因为通常会 NG 状况就是你的那个什么词没有背很熟，所以你通常在想词就会卡词，然后就卡到，所以你就做很足，比如说，我觉得你。不能够再这样子，太久了吧？想一下，要哭。而且有一次我就这样演，我想要玩到那一天被骂，就导演就说太好了，你这样回去长的部分我就可以剪，多的部分我可以当反应用，超好。最后蒙中啊，蒙中太长的地方，他可以跳对方的特写反应，对，然后再接你的特写。对，专业，给他们拍手，王姐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可是有些状况你真的不得不 NG， 比如说像有一次我跟鬼鬼对戏是。我跟他坐这样对，我坐这，他坐对面一个桌子，然后那个部分是跳他的特写，等于是导演是从这边拍他的特写，对，拉我的背，可是这时候鬼鬼的脚就是身后方有一只这么大的老鼠这样横跨，然后呢？然后就，可是因为带不到我的脸啊，所以我就。可是我不能，可是鬼鬼已经知道他后面有一些怪东西，但是他还蛮专业，就这样硬着头皮演完，然后就跳到桌子上，太可怕了，有一些突发状况会这样。但有时候要故意 NG。这样你幕后花絮才会好看。你要有幕后花絮。做节目。阿伟那时候拍黑糖就故意 NG 就超好笑，然后就幕后花絮都没有剪进去。可能不好笑吧。你们当时觉得好笑，剪出来导演整个浪费我底片，真的。剪出来都是小节都不好笑。下一个。演员睡眠品质差。真的品质差，真的没有品质可言了。睡得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早上可能六点开工。好了，六点集合，然后拍到晚上十二点，隔天又是早上六点，这样对不对？或者有半夜的啊，小杰。拍《黑糖玛奇朵》的时候最讨厌就是拍班上的戏哦，对，因为六棒加八妞，还有就是四个配角，然后全部都要到齐的时候，大家就是，然后听到全世界都有这句话最烦，对，因为对，而且早上妆法都大家脸都超臭，那时候我们六个人脾气都超不好，就是起床，大家一到那个现场的梳化的时候，然后就躺在那边，然后就说，哎，谁要先梳化？因为梳化他们都先到嘛，然后大家都不讲话，然后就你去啊，然后说，哇，不是你去。然后大家都脾气都超凶的，真的，然后互相不讲话，就变成感觉要到过中午之后才会讲话，对，因为大家都有起床气，才慢慢醒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在拍黑糖的时候，他们在就是化妆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教室里面，然后地上全部都躺着人，超恐怖，直接就全部都躺在上面睡觉。对，像熬夜啊，会造成很多身体上，不只是起床气而已，比如说会长那个口疮啊，嘴巴会破掉，对，然后哇，那个痛起来又睡不饱，然后眼睛有血丝，眼睛血丝，然后就变火气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很痛苦，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破在舌头上，所以可能我讲这句台词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比如说什么，敖犬你给我注意，舌头都已经肿，敖犬你给我助力，讲话。然后就是已经都顾不得这些，就讲话都很难听了。小玉，就像我们可能早上可能两点半起来化妆，然后两点半起来你化妆，化完妆你不能睡觉，那根本不能睡觉，因为头发啊头发会塌，对，头发会塌。哎，对，可是我都不管了，我都还是早睡，起来就反正就算了。所以自己的形象也要自己顾，你们也是辛苦了，阿本。还有最恐怖的就是翻班拍，翻班拍就是拍隔夜的。
就是从比如说凌晨，然后拍到隔天的凌晨六点，那种最恐怖、哦。我有一次还拍到睡着，就是那时候是拍教室的戏，然后小旭跟别人在里面吵架，直接吵到某一句我就要进去，我就在外面等，就再等两句就睡着，太累了。就吵完就没有词，然后就对看，想奇怪，没有人家，后来就被骂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以前拍戏我不知道你们有拍过 A B 两组的，有 A B 两组就是 A 组的人是工作，比如说12个小时。